KTV 啊，我们一起去唱唱歌。走了走了没？不，你们看嘛，你这有什么好卖的？卖了两就卖两单，你在这儿坐着干什么？我卖两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帮你收拾一下。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，家人们啊，不是你们两个挺快的嘛，这几分钟就到这里了。跟你连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车上了，我就想着过来接你，我怕你找不到。是不是你们两个还挺快的嘛？这么快就到我这里来了？我怕你找不到的嘛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，你去，我都说了你去。哎呀，我想让你去嘛，我们一起嘛。走吧，走吧，你走。连麦给他们。连麦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连麦了，你在这卖卖不出去，我帮你收拾。谁？不是你别动，我在直播间卖，谁说我卖不出去了？卖不出去。不是你别动啊，我就十来分钟了，就两单，我帮你收拾一下。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卖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也弄不完过去啊，我帮你一起收拾了嘛。我说我不走，你去不帮拿一下这些东西。哦，好。不是你别动，去不？那等一下。好。那我要是。什么？你要是我说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挣钱的，你这样子挣钱？对啊，你看我在直播间卖货卖的好好的，你这样子打扰我，你这样子不行、啊。挣多少钱吗？谁说我只有两单了？我还没开始卖呢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刚开始只是开始，对吧，家人们？我们都还没有开始，对不对？人家挣的应该有没有十块钱？对，等一下，你不是有没有十块钱？你先不管吧，给你三十倍。三十倍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你看屏幕啊！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刚开始准备卖货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都只是一个开始，对不对？因为沐浴露那个三件套是家人们之前拍过的，所以说可能家里面还有，所以才不买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因为家里面还有，所以不需要才不要的，对不对？阿梅，这样子。你是不是再卖这些都可以卖是吧？我这些都可以卖啊。那如果说要不你就卖这个嘛，不关你什么事，我卖什么。如果说他们有你能卖出去有300个人给你买的话，那我马上就走，我也不要求不那个啥，不强求你了。无论有多少个人买，都是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挣钱的。我在直播间卖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这样子会影响我挣钱，对不对？但凡你能挣到卖三十套能够挣到这个钱的话，那我觉得那我是我打扰你了，我马上就走。意思是你觉得啊，我卖不到，我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跟你一起去玩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嘛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我们直播间家人们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个他们需要的。你在这摆着电费都还没有那个啥挣到这个电费吧？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要洗面奶的？洗面奶的话，应该很多人都需要。要的话扣个要，300单是不是？嗯。对。走了哇！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非要你卖？哎呀，走嘛！这么多我们。直播间看一下有没有想要洗面奶的，你们扣个要字，我看一下有没有300个。没有300个，你看见吗？一个都没有。走嘛，我们去玩，一会儿给王飞哥打电话就是了，是吧？没有。不是你有没有都？我说没有就没有嘛。你看有人扣一了，有人扣一了就是要。哪有一啊？哎，家人们，你们也没看到，你们我也没有没看到，我也没有看到那么多一，你看不到吗？主播，没看到啊，这么多，没看到，我没看到一两个嘛，一两个。哎，家人们，扣一。问你们，问你们，走你们两个去，你看很多人都打药，他们要洗面奶，我这边刚好卖给他，那对不对？那行嘛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能够挣这个钱。你真能挣这个钱的话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那就算我打扰你了。你说话算话啊！我肯定说话算话呀！我小小我开车走人，也不打扰你了。
呀，然后的话，如果你卖不到的话，我帮你收拾东西嘛。你不用你收，这么东西你一个人怎么收拾啊？不是，你看着，先把人家把这直播间啊，别装什么，肯定卖不出去。我先帮你收拾嘛。来，我直接上手。浪费时间，你们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链接啊，家人们。我不打扰你。你别动，别动，你看着啊，你看着，你过来嘛，小雪，你过来，你看着，你看着。我把东西。反正我不可能去的。直播吧，那你把来这个收一下。哦，我把这些东西收好。等一下，直播间来，我先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来直播间跟我一起去。有没有要这个洗面奶的？跟我一起去玩。洗脸洗面奶。要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300个。300个，30个都，哎呀，30个都没有，你还300个，扣一有，上车，好的，直接上车。哎，那你就看着，你就等，你不用等，你就看着，然后就走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好好那如果你真来直接上车了啊，家人们，挣那么多的话，你我给你道歉，我挣那么多，我给还给我道歉呢。好，你就等着道歉吧，因为我这个洗面奶只上啊，因为我这个洗面奶我只上39啊，39就可以拿到氨基酸洗面奶啊。这个洗面奶的话，男女都是通用的，男女都是通用的。洗面奶你们应该都洗过脸对吧？洗面奶你们应该都用过，但是这个氨基酸洗面奶它是两件套。怎么说？你们别说话行不行？你们先不要收，你们先不要收，你们看着，你们看着。来，我看一下小小，你看已经有三个人下单了，已经有三个人下单了。嗯。来，家人们，还就是没有拍的去拍啊，没有拍的去拍。比如说你们需要的就去拍啊。咱们家这个洗面奶的话，它挤出来泡沫啊非常细腻，然后你们。有时候很多就是小姐姐阿姨那些化了妆的洗不干净的啊，她就会用手这样子一直搓搓的话，其实一直用手搓的话对皮肤也不是很好啊。所以说咱们这个两件套，它这里面有一个电动洗脸器啊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们把这个洗面奶啊就是用这个洗面奶洗了之后啊，用这个电动洗，这个它可以把你们皮肤啊清洁的很干净，但是这个可能不怎么能说，我就示范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我已经在下方小黄车啊，已经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已经上车了的啊，我试给你们看啊，这个是两件套，首先氨基酸洗面奶啊，你们比如说现在是我脸上嘛，挤出来的泡沫你们看一下，哦泡沫，挤出来然后这样子，平时你们洗脸是不是这样子洗，然后一直搓，它的泡沫还可以拉丝的，家人们。然后用水冲。哎呀，你会不会哟？你别说话行不行？你们这样子洗脸的话，你们平时都是用手这样子洗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可能就是洗的不怎么干净啊。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带了一个洗脸器啊，它就是这样子转一下，它就可以了。它是电动的，然后这样子，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啊。看一下，就这样子，比如说这是你们的脸嘛，就这样子洗，对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它不会伤到你的皮肤，而且洗的也清洁的也干净。气死我了，连麦让他走。有没有嘛？有的话我你看已经有30单了。已经有30单了，那我得等你半个小时啊！你不用等啊，你走啊，你先走行不行？我要叫你一起去，我不去，你走。来，家人们，还没有拍的拍，
还没有拍的拍啊，你们收到货就是一个氨基酸洗面奶，男女都是可以用的啊。你们平时买的洗面奶它就是那么一个洗面奶，对不对？它都要花多少？你在用什么盖子在盖啊？你会不会讲哦？但是你管我这个干嘛？我感觉你都要结巴了，你不讲了喂。不要我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我都说了已经有三十个人拍了。你又不会讲。来，家人们啊，用咱们家啊，就是这个氨基酸洗面奶洗完之后呢，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洗脸仪器，就这样子啊。这样子的话，你们的就是里面的脏东西啊，也会被它洗的比较干净嘛。所以说，我刚刚还没有用水冲啊，就这样子用水冲掉。冲掉就可以了，这样子的话这个洗的就很干净了啊。这个是你们拍到这个洗面奶就会送到这里面的，就是两件套，这个是两件套啊，家人们。买一个洗面奶就要送一个洗面仪，哎呦这么复杂吗？不，你是张大小姐，你跟我不一样。 OK OK， 谁教你的？不，你走吧走吧，来，已经有四十个人下单了，家人们，已经有四十个人下单了。我说了他们又不需要。已经有什么不需要？我直播间肯定有很多家人们都要洗脸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小小你可以走了。你走吧，你走一会儿。你真不去吗？你一会儿你先回去，一会儿王菲哥，如果你不是说王菲哥会来吗？家人们就这样子吧，他不是说王菲哥会来吗？对吧？那一会儿王菲哥来了，我就跟着王菲哥一起过来，行不行？反正王菲哥会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行吧，那我先给他打电话吧。因为家人们，你们就是拍的人太多了，所以他在这里也没事干的嘛，对。